现在是不是没什么事呀？要不趁这会儿，我去买两个冰淇淋回来。在出发去拜访斯利姆之前，克拉丽，我们需要解决一下你的问题。前辈，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受难者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对啊，是你亲手救下的我，能有什么问题呢？别误会，我是指你遭遇了隐灾的袭击，家里人不会担心吗？克拉丽，告诉我们你的住址，我们送你回去。糟糕，快想个借口搪塞过去。克拉丽，我能不回去吗？一直跟着我们并不安全，而且说的直白点，你的同行可能会给我们的任务带来额外的麻烦。先送你回家，对于你和我们都是最好的选择。前辈说的有道理，不过克拉丽，你干什么？两位，你们有所不知，我的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很久以前那里就被隐灾毁了，我好不容易才逃到了此处，本以为能够找个安身立命的地儿，结果没走两步就被影子袭击了。幸亏你们救了我，我才不至于成为影子的果腹大餐。所以赫利亚、沙弗莱女士，你们千万不能丢下我不管呀，我害怕一离开你们我又要被影子追上了。是吗？听起来还挺可怜的，前辈，要不我们捎上他？放心，两位，虽然我只是一介平民，但从前上过武术学校，所以也并不完全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孩。你懂得战斗技巧，虽然说不上有多擅长，但几下防身功夫还是会的。而且我其实对各种巧械的使用方法颇有心得，比如你们使用的支焰旗，其实我已经学会如何使用了，对吧，赫利亚？哦，没错，在支焰旗的使用技巧上，他似乎很有天赋，先前还帮助我领悟到了不少使用技巧。你能看懂支焰旗的使用方法？哈，那当然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先前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，我就想到了捡到的棋子可以给赫利亚使用。这样一想，确实。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其实你们还没有把支焰旗的力量完全发挥出来。如果你们同意收留我，我愿意将完全激发支焰旗潜力的方法告诉你们。前辈，要不让他试试，反正也没有坏处。行，不过你还是先放开赫利亚的大腿吧。我失态了，赫利亚的大腿给人一种莫名的安心感。现在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吧，虽然我并不抱太大希望。好，就让我来露一手，不过需要赫利亚配合我一下，所以暂时借走他一会儿。行，赫利亚，你就配合一下。收到。来，把气盒给我，准备忍字杀手克拉丽即将登场。
还以为是谁呢，这不是沙弗莱吗？你其实大可以走正门的，我给过你出入宴会的许可哦。啊，再多带两个仆人也没关系。我们不是他的仆人，我们是跟随前辈来调查线索的。嗯，我还以为你是来找我叙旧，原来又是在执行任务啊。我有话想问你，瑟琳姆。别急，坐下来喝杯茶再说吧。虽然我已经差不多快放弃教你什么是礼仪了，但学学总是有好处的，不是吗？你知道我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。嗯，没有礼仪，也没有耐心。说真的，幸好你还有力量在，不然真有点让人担心了。算了，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我和我的后辈找到了一封邀请函，就在某起隐灾爆发的中心区域内。所以呢？他和被某人遗弃的其他物品放在一起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物品的主人和这次隐灾有关，并且他是你的座上宾之一。这样啊，你担心我正在包庇制造隐灾的犯人沙弗莱小姐。可是请你稍微动动脑子，一个胆敢把我送出去的邀请函和杂物一起丢弃的没教养的家伙，有资格被窝藏在我的回廊里吗？对哦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但你应该知道一些关于那位客人的信息吧，毕竟你也不会平白无故的邀请一名陌生人。这倒没错，沙弗莱小姐，每一封邀请函寄出时，我的管家都会将人员名单记录在册。那么能否请你为我们提供这份名单呢？我为什么要帮你们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说实话，你这种直来直去的性子已经给我带来不少意料之外的乐趣，可是这还不够，我想要你更加的取悦我，让我享受到一些平日里无法得到的快乐。那么瑟利姆大人，一场由虚构之人上演的捕影盛会如何？哦，听起来不错。沙弗莱，看来你身边也不全是无聊之人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们的本事，要是不能让我的宠物们尽兴，我可会生气啊。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，瑟利姆大人。赫利亚，看你的了。结果最后又是把事情推到了我的头上。
Thank you.
该做点什么了。又到我了，来了。
干嘛？喂，啊！哦呀呀！我来搞定，锁定目标，逃不掉了。你会喜欢的，速战速决，各就各位，统统消失。呀，蓄能完毕。别走神了，又到我了。啊，引擎，点火，轰！不是，耶，就轰，轰呀，嘿，轰吧嗒，爆，咚！喂，引擎，点火，时机正好，锁定目标，逃不掉了。现在。我来打扫战场。打靶时间。到此为止。